人人都会说韩国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讲台语就会讲韩国话。我虾米共结啊？你别去怼，国枪。国枪。哦。那跟我这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アバー台湾公道周辺領導頻配。哎，小智，你怎么？国车啊！啊，国车要请到你帅的哦。哎，拜托哎，人老心不老，穿这样有没有？有没有像那个？哎呀塞哟！韩风是不是？塞哟！你干嘛哟？没有，我在跟你打招呼，我在跟你打招呼，对，下次见面了。安尼啊塞哟！我要听起来就安尼啊。哦，但是你如果听是就是，人人都会说韩国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讲台语就会讲韩国话。我叫你共结啊。你别去怼，国枪。哦，那讲我这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车看起来袂歹呢。哇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国车哦，你别卖我这哟，你空一百的哟，啊，你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呀，不是整集都要这样，不要，七叉三哟，啊，这台车，地瓜昂，不行要尾音，地瓜昂哟，这个2018年的七叉三，它还蛮新的啊，这看起来妈跟新车一样，怀疑这个引擎室妈也在做美容。一手车呢，我想说是不是车行开来的？他说没有，他在擦。我等一下我要问他，看他，我要偷看他是不是处女座。一般正常来讲，只有处女座的连引擎室就是擦一些平常人不会擦的地方，不会擦，洗一些平常人不会洗的地方。你想擦什么？我没有，猪肉片还是那种猪肝？速度，菊络，速度，那个够香，期待式镜箱。没有，其他是近相守了，举落啊。比如说我认识很多个处女座的朋友，他大完便光擦屁股他觉得不干净，所以他每次大完便他都要洗屁股，没有洗他就今天整天就是很感觉。那买免治马桶就好了，有可能有机会，反正他们就是一定要洗屁股，所以我认识很多处女座也开 Civic 洗屁股。我跟他怎样立功的，所以线上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是处女座又开洗屁股的，而且你又很喜欢洗屁股，那就对了。那个手机里面的讯息绝对不能跳出那个未读的那个红红的那个，一定都要每天回家定期清空。我还认识处女座是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叫删讯息，没有用的讯息啊，可能要花个30分钟至1小时把讯息洗干净，不论生理上、心理上都有病，不是都有洁癖。我先看一下这个车有没有撞，好不好？好，知道为什么不在讲？为什么？你向后转就知道了。向后转。哎呦，这么激动哎！做节目效果会不会做得太明显？哎呦，刚走过来的时候明明就看到他了，我没有看到。你现在转过去，哎呦，我没有看到，好不好？泰山那越来越塞。好，我先看有没有撞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析一下。哦。跑19000而已。跑很少哎，也还好啊。2018年，两年，差不多。你看这很帅哦。哦。这个啊，一发动有没有？还是我显示器。尖端科技的结晶。尖端科技的霹雳车。对，这个什么？我们大自学院。哎，主题曲。对。还要唱吗？不要。可是他这一批很倒霉，你看啊，他这一批是没有电子手刹车，所以他就是没有那个什么跟车啊、这种刹车啊，还有后头后一种，可是气囊数还是蛮多的。哎，原厂保养的，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偷看这个标签，他上一次保养是13000，然后是2018年9月，然后下一次他建议是23000保养，他预估是在2009年3月，可是现在已经2009年7月了，所以就代表说他这一年来开的比预估的还要少，所以这应该是前面刚买回来买的时候很行哦，一直晒一直晒，对，刚刚你抓波赶快都抓等下就行嘞。啊，去巴黎岛度假5天，就天他妈的都没有出门，除了吃，对，都没有出门，除了吃饭就是在睡觉泡澡，一直处理，啊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后面就坐捷运好了，哎，坐捷运好，阿排啦，今天就跳阿麦啦，哇，马仔还够上班啦，麦闹啊，啊，大概就在这阵，哎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讲车，车啊，我在讲车啊，不然你我在讲车。不过这个车我坦白话讲，我觉得配备还不错，因为就因为它后面有出那个电子手刹车什么，
这个价钱一路狂泻，一泻千里。前七叉山多保值啊，不逊色于马山，因为马山空间也不太大，它这个又有一点 crossover 的感觉。但是正流行小休旅的时候，这个车其实还蛮夯，还蛮保值的，不输马山哦。嗯，所以呢，你看我那台蓝色的也是一泻千里。卖三个月了，我看一比看到一比家，所以就跟我们讲一个道理，嗯，车子是这样，那你觉得这台还要买吗？买啦，不然你大家又一直坑着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红色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你就不要做行李啊。我是不要。当我已经有一个码子的时候，嗯，第二个再来，我们就聊一点，拍谁哦，我传播啊，嗯，可以接受再来。哦。对不对啊？有就有，哎，赚到，哎，啊，没有，跟你说没有算了，反正我本来就有，对，对不对？你懂不懂？我懂，我懂。所以第二台要买更便宜，修那宝贝，我那一台那时候2018的，我买65万，放了三个月。那这一台我如果跟他出个60万，我说不行。还可以，然后顺便再均个价。我那时候买65万，我本来想说赚个一成，我开71万，一泻千里，泻了三个月啊，71万变70万啊，70万变69万，一直泻一直泻。你这样挡不住吧？挡不住了啦。那现在啊，我就买65了，啊，开到69也才4万，我天哪，涨翻叹息一般，啥够维系够维我够维，对不对？再分给你们，再发薪水给你们，再。4万他妈一下都不见了嘞！对啊，对啊。还有房东，房东不用钱，水电都不用钱，还缴税，对不？还戏班干起瓜哎，无啊无。所以基本上这台车已经赚不了钱，爽都爽到你们而已。所以这个65一成赚不到，啊，现在4万也赚不到，嗯，哦，已经差不多剩下半成。如果假设这一台一样18年，这还跑更少，我那还跑3万，这台才跑19000而已。19000。如果我这台可以买60。两个均价一下，成本这个就62万，那个就62万，那我就可以两台都买65万、66万就好。哦，有没有道理？平衡一下。对, 对啊，人家就要卖你60。而且前面还有事故。指纹子啊？哪里？没有啊，灯下面啊。靠腰啊，你这样一小个就说事故好不好？啊，蚊子。啊，你不是说助理做的很？很用的话我骨折了，哪里海绵体？哎，那真的是算骨折了。就不知道，我有去查过了。啊，我骨折了，哪里骨折？指甲断了。靠背，指甲是骨头啊，不是那么好看。啊，不就跟日本那个流氓撞一下，又哦，我就登机了。啊，没钱，干，没钱100万。啊妹妹，好啦，反正我就这边一点点嘛。对啊，其他都还 OK 啊，排气管也有尾气管，对不对？2017年的轮胎跑2万还 OK， 这个当时出厂头右，哦，那台是头右。哦，对，头右的啊，厂变头右，东洋轮胎，头右不错呢。哎，所以它这个就对了啦，你马自达对不对？日本公司进口的，配头右日本胎合理。我那时候买宾士 A Class 新车的时候，啊，嗯，它配什么牌子啊？登陆。不是南港就不错，啊，堂堂正正。你刚刚是不是？我没有说把南港当作是一个低水准的代名词来讲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反正哦，我就觉得它这个配日本胎，所以它四个都还头右，就代表说就是新的到现在没换过。8年的跑19000公里，我们估多少？我想买60万，我去看客户有没有要买我60万。好吧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发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。多霹雳！霹雳！霹雳！霹雳猫，他这台车是2017年11月出厂，11月，所以算18年1月领牌。客人跟我讲是18，我说哎，阿力，你敢换18吗？因为18年4啊。我问你啊，哈，18年4，18，你知道年四的意思是什么？17年他们就生产18年的那个样式，可是他生产还是17年。啊，你别再讲，我一个阿姨啊，穿一个水手服，讲哎，我高中生啊嘞，哈，我是高中生样式，哈，可以吗？你给过吗？我不行。你会给过吗？这样跟你拿8000，你给过吗？不行，过不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能说他妈你2017年出生的，你跟我说我长得像2018年的样子，你就要跟我买2018年的钱啊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哦，我跟大家郑重的讲一个重点，很多车商都在干这种事情，我就不讲谁的啦，你们要对号入座，我就自己去对号入座。你卖车，你去跟人家收车的时候，人家说2018年样式，你说没有，你这2017年出厂，你要剩2017年。卖人家的时候，你卖2018年的。你说没，我这2018样式的哦，你注意比价，你要用2018样式去，因为什么？这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误解，因为消费者一定先比价嘛，这一家2018年的卖65，那家2018年的卖63，对不对？你比价，结果呢？你63那还说，哎，2018年63比较便宜，然后人家去找你买，结果你是2017年出厂，你会造成这个消费的那个资讯错误嘛？你会误导消费者，对吧？你别塞工，我要去那个消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求。
你去消费的时候啊，你要求对不对？真的是学生妹穿水手服，当人家来跟你消费的时候，你阿姨穿水手服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也是高中生，北赛嘛，诈欺。”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啊，一买一卖，然后利用这个话术，然后去误导卖你的人，跟误导跟你买的人，然后赚中间的差价。大家要注意啦，年事这种东西吗？没有那种鬼东西啊，那么好小，上面几年事几年事，不管你要卖车给车商，还是你要去跟车商买车，你就是看出厂，看行照上面的车队，不是看领牌。你看那有一些外汇车啦，2016年出厂，在美国出厂，啊在那边跑跑跑跑跑，中古车对不对？啊台湾买回来外汇车，啊2020年才领牌啦。那我卖你，我可不可以说我是2020年的？没事啊，你也是2016、2017的啊。所以看什么，就是看出厂而已啦，没有这什么年事，不要再年事了啦。看出厂要在哪边看？行照啊，行照上会有一个出厂年月啊，對對對，你看有没有？2017年10月啊，啊右手边就会有一个原发照日期啊。原发照不用看，原发照就是领牌日啊，看出厂就好了啦，不要在那边年事，我看完我就赌。气耶、欸！赌气啊！赌气赌气！你去看我们粉丝页啦，我们卖车我都会写2016出厂，2017领牌，我就是把资讯清清楚楚就写出来。有的就直接写2018年 D 叉三，那消费者以为是2018年来，说啊不啦，我这年事啦，我还讲2018年4哦，那干在那边洗，要记得啊，看小事长知识啊，好不好？下次遇到阿妈穿水手服，知道怎么处理了。所以听到他是2017出厂，我就说啊，这可能我们估可能没有60，再不要杀。对，我说这可能要照2017年，一年大概差个3万，大概57万差不多。就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谢谢再联络。啊，是啊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就说啊，你们 YouTube 不会骗的。的确哦，拍 YouTube， 因为我们不怕曝光嘛，不怕资讯透明。只是说有些人来就说，哎，你 YouTube 你叫我名，你网红呢，你要给他勾他管呢，我拢在做神书呢。我教你们怎么买卖二手车不要被骗。嗯。然后出去买车还要买更贵。贵。然后我卖车还要卖更便宜哦，卖太贵哦，小师弟别嫌贵，天下的好处都没有我的份。我说没有啦，我们就是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必要的时候，不然这样好。我身为一个黑人哥，对不对？不然大家交流交流。什么交流？不是、啊，就是交流一下这个知识跟常识的部分呐、啊。然后后来哈、哦，我是有跟他说可以高一些些啦，可是希望不要超过60。那他后来还有跟我讲一个数字啊，他说他觉得他最低在62万，个人说他出去估过，给人家估60万，可是他想卖62万，哎、欸，这很硬，很硬、欸，他直接踩到60，他的意思就是至少60以上，不然就是免谈呐、啊。然后我就说出来跟泰山讨论一下，跟我讨论，对，看看我们两个钱凑一下，凑一下是不是，对，看有没有办法买得起你这台车这样，啊、因为你知道小师最近花费比较大一点，哦，又买什么新车？对，加油老小，我再继续跟他再协调看看，还要再抢。一定要想，我跟你讲，估车都瞧一次就成功，不会太塞了。妈，生意那么好做、喔，看人家估车影片，哦，看，哦，写合约了，哦耶，才看完写合约，哇、哦，兄弟就走了嘞，哦，大家争先恐后要想要来做二手车，我只要一看我要征财，哇，履历如雪片般飞来，大家都喜欢你去家就走，哎，看我扣脸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扣脸，讲一讲啊，好，卖你啦，握手成交，耶、yeah, 哦，3分钟解决了，有那么好估吗？好了，没有了，继续求友，我现在房子要六万。刚叫柯P帮我处理哦，柯P口若悬河，他人看起来比较老实。我跟你讲，不要看看柯P那个样子，店店吃三碗公，像我这一种的有没有？每天在那边老司机，反而我们至少出一张嘴而已。会叫的狗不会咬人，对，我就是会叫的狗。柯P是什么？他是不会叫的狗，不知道吃掉多少人了。我最近有这种体验，有啊，对。最后哈，那个人已姑。已估油，已估油，已估油，哦，已经估了啦。好，最后我们成交价就是61万，哎，比你多预想的多一万。没有，我本来预想是18年的靠腰哦，啊，对啊，17、18的呢，再开玩笑好不好？比我预想贵了3、4万，贵了4万。哇，可是因为哦，我坦白话讲啦，这个车我是摊在它真的跑得比我那还少，这个价格也其实已经比我蓝色那还便宜。嗯，因为那还虽然是正18的，可是它跑3万，然后里程数比较高，3万5，对，它跑。配备都一样，然后均价一下，我想说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粉丝页两台都会降，这一台就会降价了，然后这一台的价格也会比较低一点。股票均价概念你知道吗？最近股票你有剩吗啦？我没呢，你敢不剩？最近股票对不对？历史新高。新高啊，我知道啊。有赚到钱的记得来跟我们消费一下。对啊，赶快。我们可怜，因为啊股票会涨嘛，车子不会，车子会一直这样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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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
啊，水饺股到最后变水饺就是进报废厂，其实不会啦。马自达的车就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会变水饺股，可以不用担心。它要真的变成水饺，要等到20年以后才有可能变成水饺。买这种车虽然它价格比较硬，就是跟你买台积电一样，甭想要30块的时候接到它，来不及了，哎，不可能嘛。对啊，它就是在那个杂细巴扣啊那嘛，上下上下。好，它有个健全的体质的话，它就有个行情在。啊，你卖买就一挂迄个有诶无诶嘛，好，你看买一挂迄个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那种好不好？那种它滑印，直接收起来、包起来啊！对，六倍的壁纸，其实我没有玩，我随便胡乱，我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所以以上发表不代表本台言论，好不好？仅供娱乐效果，欣赏一下。好，以上发表仅为娱乐效果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会去处理。请勿认真，正义魔人，请勿正义，请勿在那个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今天到最后这个2017年出厂，2018年哦，它当时的这个等级是最顶级的，好像是86万9还88万9哦，当初的这个顶级的 C3哦，如果能够让消费者接手，哎，都还在保护期哦，两台都还在保护期哦，2021回去还有大概一年左右的一个保护期，那一年够了啦，如果烂车的话，3个月就有问题。在外面在卖车，号称保护2年300公尺，先到为准。啊，开出去就没了啦，就已经先到了啦。捷运车厢广告全部都打2年保护，买二手车2年保护，300公尺，先到为准。然后还要写那么小，对。好，详情请依照保护手册为准。我写很小哦，超小啊，哎，写超小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集的那个小师已孤啊，不是已孤游，哎，小师已孤游，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期待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看的影片，拜拜。下一站是哪？